Adela?就是那种简单，贴近年轻人，就是活化，简单单纯到什么？你那单纯到好像在写一篇自己的小日记。是，对，只是那活化，贴近，然后在里面装我们的装的感性，或者那种感性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件是重视正确的世界。对，我们要懂年轻人就这样，对，好不好？而且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有人希望买。